今日は台湾の民進党主席でいらっしゃる蔡英文さんの記念講演がございます講、えー、演の後ですね、記者会見もありますので機会があれば私も質問し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最後まで楽しみにご覧くださいただいまより蔡英文台湾民進党主席東京講演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およそ10ヶ月の間野党の党首として今の政権にずっと対抗してきたわけでございます この間、いろんなことがあるわけで、今晩、我々の聞きたいことはまさにそれであります、どのようにして野党として、この、まあ、新政権に対抗しているのか、特に国内情勢どうなのか、それからさらには国際情勢の中において、その中でも対日関係はどう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が多分、今晩の話の骨子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皆様こんばんばは。 我打个比方，GDP 呢，三月份的 s 为你来民主进步党诶，最近最大诶成就之一，就是单诶台湾的主体意识。从一九九九年李登辉总统诶特殊国与国关系之后，这个意识是不断的在成长。那么今天说两千三百万人共有一个主权，决定两千三百万人的前途。 这类公患，马英九来竞选的时候，他都一定要讲出来，要不然他绝对选不上总统。未过未八个月前，民进党交出政权的时时候，这类、个、观念是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观念。今天八个月以后，我们再来看马政权、马政府执政八年八个月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观念好像又开始。 不太确定起来了。民进党八年执政的另外一个成绩，罗喜丹创造了台湾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在民进党执政的期中，丹的媒体是百花齐放，它可以批评政府，可以批评总统，在野党也可以任意的不受拘束的批评政府。阿丹的。 政论节目几乎是日以继夜对政府批评，对咱的总统批评，甚至连中国人都觉得说，他们觉得台湾人可以这样批评总统，可以这样批评政府是一种幸福。在马政府八个月执政的期间，咱垮掉，也是人权的倒退，社会的保守主义又再起来。难从 陈玉玲到台湾的时候，这种警察的执法的心态，还有对人权的打压，还有对很多政治人物用司法、用行政调查、用监察调查来恐吓，在过去的八个月是经常听到，也经常看到，甚至于自由之家、人权的组织。 都提出警告，马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意志去对抗中国的封锁跟中国的打压。那又同时又强调一个中国的情节，这会使得台湾走向一个更接近中国的一个文化跟一个社会，让下一个世代的台湾人在他选择文化，在他选择。 他的将来的时候，让他们的选择权渐渐的在消失。除了我头多啊讲的，咱的主管的问题，咱的人权的问题，咱的社会开放多元的问题之外，台湾的社会还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的经济问题。在民进党八年执政期间。 很多人觉得民进党不会治理经济，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在民进党执政期间，物价是稳定的，经济是温和上涨的，有很大重很多的重大困难的公共建设也是在民进党时期完成的，我们也改革了金融体系，让我们这一次在金融风暴里面，台湾的金融体系可以安全的支撑台湾的经济。 在经济政策的治理上，民进党强调的是中小企业的再造；民进党强调的是一个新的创新产业的发展；民进党强调的是一个本土企业跟本土经济的扩张；民进党也强调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让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里面。 受到冲击的弱势可以得到照顾，所以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我们的贫富差距全球都在扩张，但是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它的这个财富差距的扩张的幅度比其他地方都来得小，而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很多的福利体系都在慢慢的建构当中，民进党是一个照顾这个社会弱势。 经济弱势，重注重视本土经济发展的一个经济治理者。国民党在呃这八个月以来的经济政策，它注重的是一个财团、大型企业的利益。它迷信大型企业还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主力，它会替人民创造就业的机会。它望到了说，大企业是全球性的企业，它创造的机会不一定会是在。 他创造的就业不一定会是在台湾，台湾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创造人民所需要的就业机会，而民进党的经济政策的重心就是以创造就业机会为出发。很多的外国人认为马政府的妥协对中国妥协的政策有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台海两岸的稳定。 可是他们忘掉一件事情，马政府的过度的妥协，将造成台湾内部的对立跟不安。一个不稳定的台湾，一个对立的台湾，不会有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在过去八年的我们与日本的友谊的深厚的建立，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的贡献，在这里我要在这里跟各位表达谢意。 那么，日本在2 0零五年通过台湾观光客赴日免签证。另外一点最令人振奋的就是相互承认驾驶、驾照等这种对台湾非常友台的政策。事实上，让台湾跟日本的交流更紧密、更频繁，让这两国的关系其实也变成是更友善而更健康。 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前辈能够帮助台湾，在下面几个议题能够帮助台湾在日本推动。第一个，我们希望跟日本能够加强经贸关系，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这样才能够平衡向中国倾斜的台湾经济。第二，我们也要请日本的朋友特别支持。 让台湾能够加入亚洲的经济整合的过程，让经济上，让台湾变成亚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有跟中国的经济连接。那么第三，所以在安保合作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强化与日本的合作，共同保障这个地区的安全跟稳定。我们相信。 只有在日本强而有力的支持台湾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有一个平衡的台湾才会有一个平衡的对外的关系。那么，对台湾的人来讲，这是台湾人民信心的来源，也是一个台湾的人民为自己的将来的努力的信心的来源。谢谢。